拿回来的八爪鱼啊，用水冲洗一下，把爪鱼叫成。中间这个牙齿可以去，也可以不用去，也可以放点盐，放点盐把它使劲搓洗一下。锅里放水，然后放上八爪鱼，煮一下。开锅，煮熟，然后捞出，然后重新烧锅，倒油。我今天给你们做个红烧爆头啊，第一次做，这个爆头刚才焯下水就可以了，5-6分钟就行。锅里油烧热，然后放葱姜蒜，干辣椒，然后放爆头。爆头下锅，然后放盐麦酱油，放料酒，放一点点醋，放一点盐，然后放一点味精，然后再放一点水，5-6分钟应该差不多就好了哈。然后下一个开吃，太有食欲了，出锅了，放点青红辣椒，哇塞，出锅了，开吃，大米饭。